你坐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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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
真厚，那得一人不就能穿？不借筒吗？啊，这个也得穿。都不得都不发。哎，我来，我再给你便宜了，别动。 呀，那个要给我想，我那边都吐死不能走。干嘛？那你没房，咱又不，让你跑又不能走不着家，你看这，哎呀，我这回来也打的是过来，感谢你了。呀？这个别对给他，这个别对给他，你咋过来不见就。 哎呦，没事了，哎，才这么硬啊！没了，我脚后头大刀没了。就是吧，所以我正看见了不？等着点水啊！放个几分钟啊！这不弄。 还有人呢？啊，没人了。你这不累着？你这不累着？你这不累着？你也该修，把这修完再说。好久好久，你不要动的。行啊，你直接看吧。你直接看吧。 赢，好贱！满娘大爷，满娘。 什么？脏啊！太脏了，这里面导演。
嗯，咋好几年没见过是吧，大爷？这疼不是咋的？疼啊！修过就不疼了。 是啊，修过就舒服了。来，老黄，我这，有花，我这几天想放你那呢，看你啊，真结实，老黄，都没人。这现在嘛咋的？现在你放我墙上吧。是你了不？我的。啊，我放你妈那，我的。你妈咋不动？妈咋不动你了？全是我的。啊，咱放着吧。 还有这种指甲吗？厚的，很厚，很长，很硬的。你要让他过来修呗。就我们就修这厚的。 你老婆在啊？在这边。等一会儿啊。等一会儿给你弄脚垫。这老人那个脚翻都翻不过来，疼不疼啊？ 你也不会习惯，现在拿来。又了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教完了吧？教完了。没有嘞，那个教。还有一个教嘞。 你把这个脚弄了，脚弄了，你看宽不宽？嗯，那个谁家那个大花嘞？就这硬，就这硬，挑的。 真不疼、啊。
送啊。这冷吗？这边？对，黑指甲修过以后白了。你看，就这个硬。这说穿鞋大呀，穿鞋小，都进脚了。有没有这个？有没有这个？来的。哎，老张，人家收费的，教学这个的，你知道吧？